我们想通过这种电视、大众传媒呢，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这个传统一些武术道德理论，包括一些想做一个传播，做一个传递。我们把佛教放到一个文化这种范畴内，放到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范畴内，也宣传这个佛教的一些好的理念，比如说宽容了、和平了、平等了、慈悲了。